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WordPress 自定安装的方法。首先请你到台湾的官方网站下载安装的主程式，官方的主程式会不断的更新，请你下载目前最新的版本。下拉至页面的下面有一个取得 WordPress 的按钮，按下载按钮，储存到你的电脑。下载的档案是一个压缩档，先将它解压缩，解压缩完会有一个 WordPress 资料夹。自定安装的方法共有两个，如果你的主机有支援压缩档上传及下载的话，将压缩档上传至安装的空间，在空间解压缩是最快的。如果你的主机没有支援压缩档上传及下载的话，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将电脑解压缩的 WordPress 资料夹内的所有资料夹及档案利用 FTP 上传至安装的空间。这个方法上传的时间大约10到20分钟，要看你主机支援的速度，一般租用的空间速度都很快，但是免费的就不一定，有的快有的很慢，不过也有速度不错的免费空间。以后的课程本站会有专门介绍免费空间的申请，欢迎继续学习本站的免费课程。现在将你下载的压缩档解压缩成 WordPress 资料夹，再将 WordPress 压缩成 ZIP 格式，所以会有一个 WordPress 压缩档及 WordPress 资料夹，请不要压缩成 RAR 格式，一般主机目前只支援 ZIP 格式，所以压缩的时候请务必注意，否则网站是不会安装成功的。这里要特别注意，网路如果有来路不明的安装程式，或是标榜安装特别版、精华版，千万不要下载使用，因为 WordPress 主程式只有官方是最干净、最没有问题的。想要特效及漂亮的布景，安装完主程式在后台搜寻就有用不完的布景及外挂使用。使用来路不明的程式，里面有可能隐藏木马或是窃取网站资料库的外挂，网站所有资料可能被窃取，进一步影响到会员的权利。所以安装程式务必使用 WordPress 官方网站所提供的，才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如果压缩档及资料夹准备好了，现在就开启上传程式的专用工具软体 FTP， 先新增 FTP 站台，填入 FTP 主机名称、账号及密码，按连线。连线成功后，界面的左手边是你电脑储存档案的地方，界面的右手边是上传下站程式的空间，一般将程式安装在根目录，我们称为主网站。假设我现在要安装在根目录 test 资料夹底下，我们称为子网站。所以我现在在根目录新增一个 test 资料夹，打开 test 资料夹，将下站程式上传到 test 资料夹底下。这里顺便提一下 public html 或是 htdocs 底下就是根目录所在的位置，如果你看到的网站网址最后面有斜线，那么这个网站就是架设在根目录底下的子网站。现在我来讲解 FTP 如何快速上传压缩档以及资料夹及档案的正常上传。一、压缩档上传，主机需支援压缩档上传及下载的功能。二、资料夹及档案的上传，主机不支援压缩档上传及下载的情况下使用，不过我们建议你正式架设网站时以正常的资料夹及档案上传至空间安装程式，网站比较完整，测试的时候以压缩档安装可以节省许多时间。首先找到 WordPress 压缩档，将压缩档直接拖拉到右手边空间的安装目录，
大约10秒内即可传档完毕。这个方法大约比正常的方式快100倍。一般免费空间几乎不支援压缩档传档，所以申请免费空间时，最好将主机后台资讯完整的看一遍，了解一下主机的功能选项。但是有可能传档或压缩及解压缩的过程，造成程式档案的不完整。优点是非常快速，缺点则是档案的不完整，可能造成以后网站的运作会无法读取某些图档或资料。接下来是资料夹及档案的传档模式，则是将 WordPress 资料夹打开，将里面的所有资料夹及档案选取，直接拖拉至右手边的安装目录，即可完成。过程大约10到20分钟不等。刚刚忘了提到档案传输的格式，请在 FTP 软体上方工具列的地方找到传输，下拉有一个传输形态，选择二进位档案，这样的传档才是最完整的。到这个阶段，网站架设的准备工作算是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请登入你租用的或是免费申请的空间后台，将资料库及使用者的一些参数设定完成，就可以开始安装 WordPress 了。再次提醒你，如果申请的是免费空间，几乎申请的资讯会在垃圾邮件中，如果找不到主机资讯，到垃圾邮件寻找就没错了。接下来登入主机控制后台，填入账号及密码，按登入。有两个选项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是资料库管理员，一个是档案管理员。我们先看看资料库管理员及档案管理员的界面。档案管理员的根目录 Public HTML 其实是跟 FTP 的根目录相同，作用也相同。新增目录及档案都可以在主机后台或是 FTP 完成，只是开启的方式不同。再来看看资料库管理员如何运作。资料库管理员可以新增或是删除资料库，例如现在新增一个名称为 Test 的资料库，再新增一个资料库的使用者，然后要赋予使用者使用 Test 资料库的权限，否则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 test 资料库的权限，那么网站就没有安全性可言了。简单来说就是，要使用资料库必须是特别指定的人，才有权限使用资料库。免费空间的资料库使用者，就是主机使用者。但是租用空间的话，资料库及资料库使用者可以是不同的名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档案管理员的运作模式。其实这个观念跟电脑的档案管理是一样的。当 FTP 以资料夹及档案的方式传档完毕后，在档案管理员会看到相对应的资料夹及档案。如果是以压缩档传档，请先到主机后台的档案管理员，找到 Public HTML， 点开Test 资料夹，会有一个 WordPress 压缩档，请先选取压缩档。在右上方有一个解压缩的按钮，按下解压缩会跳出选项框，选项框里有许多选项，请选择要解压缩的位置，确认你要安装 WordPress 的目录，因为我们网站安装的位置是在 PublicHTML 根目录底下的 Test 资料夹，所以按下解压缩的确认键，解压缩到 Test 资料夹底下。这个观念跟电脑的档案管理也是一样的，解压缩的速度非常快，应该几秒钟即可完成。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每个层级的关系搞清楚，再复杂也不会难倒我们。解压缩完成，请按下关闭键，然后按下上移一个层级的按键。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原来的压缩档及解压缩后的 WordPress 资料夹，而 WordPress 资料夹底下的所有资料夹及档案，
才是我们要安装的所有程式。有很多人会在这里卡关，因为会误认为解压缩后的 WordPress 就是要安装的资料夹。当然这样也可以安装，只是你安装完的网站网址最后面会多出一个 WordPress 字样，网址就会变得更长更难记了。所以我们要将 WordPress 内所有的资料夹及档案移动至 Test 资料夹，安装程式会比较理想。现在打开 WordPress 资料夹，选取所有资料夹及档案，上方有一个移动的按键，按下移动按键，这个时候会跳出选项框，将 Test 斜线后面的WordPress 字样删除，因为我们要安装在 Test 资料夹下，不是要安装在 WordPress 下。按下移动确认键，此时 WordPress 资料夹内所有的资料夹及档案将会移动至 Test 资料夹底下。此时我们发现所有的档案及资料夹已经移动，再按下上移一个层级，最上面的 WordPress 资料夹已经是空的，你可以选择删除或是不删除，它不会影响网站的运作。 WordPress 下面的所有资料夹及档案才是真正我们要安装的程式，不过本站还是建议你将它删除。删除前我们最好再仔细检查一遍，万一误删到不该删的重要东西，后悔都来不及。练习这个动作是要让你清楚网站的运作，相信对你以后架设网站会有所帮助的。选取 WordPress 资料夹，按下删除键直接删除，剩下的资料夹及档案就是要安装 WordPress 的所有程式。如果你将所有资料夹打开，算一下所有的档案，你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00支的程式档案。如果要一个不懂程式的人，要他写出这样的程式，可能100年都写不出来。不过资讯这么发达，不会写程式照样可以架出一个功能强大的好网站。WordPress 资料夹删除后，检查要安装的程式以及安装程式的路径是很重要的步骤。WordPress 架设其实非常简单，只要细心、小心检查再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就可以开始安装 WordPress 网站了。请打开浏览器，在网址列的地方打上你安装 WordPress 的网址。请注意不要按照我填入的网址，因为你的网址跟我的一定不一样。如果是免费空间，请查一下申请时分配的网址，邮件中就能找到。本站现在测试的是在根目录底下的 test， 所以网址后面要加斜线再加上 test。 如果你程式直接上传在根目录安装，你的网址就是主机分配的网址，后面就不用加斜线及新增的目录文字。填完网址确认无误后，按 enter 会跳出重把的文字，表示可以开始安装，按下按钮，接下来就是填写一些参数资料，过程大约5分钟就能成功安装你的网站。首先填入资料库名称，本站示范的是租用主机新增资料库的界面，免费空间其实已经将它简单化，只要你新增资料库名称，按下确认键，在资料库的地方，名称，使用者，资料库主机名称的资讯都排列在一起，只是如果你对名称不是很了解的话，可能会搞混。本站的系列课程中免费空间的申请会提到，欢迎持续学习系列课程。接下来填写资料库使用者名称，租用主机可以自己新增不同的名称，而免费空间的名称几乎跟空间主机申请者名称是相同的。请仔细确认名称再填入，租用主机的权限开放的比较多。这里顺便做个示范，当新增完资料库使用者，可以对资料库所有的权限勾选。
也就是租用空间可以使用所有的权限。而免费空间在你申请主机完成后，邮件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帮你配好了，大概只有可以新增资料库名称而已。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免费空间则会限制你使用的功能。如果你付费去租用它的空间，当然它就会开权限给你，这就是租用的跟免费的不同。现在我们勾选所有权限，按下执行变更按钮，就可以使用所有的权限了。也就是租用的空间在使用资料库的时候不会有外来的问题。免费的空间以本站的经验会有几个问题，以后的系列课程会分享给大家。资料库使用者名称填写完后，接下来填写使用者名称。免费的大概是跟申请主机的名称相同。填写完毕后，接下来填写资料库主机名称。特别注意，租用的不用动，而免费的请查明一下资料库主机名称。填写完按下执行安装的按钮，接下来填写网站的资讯，有些资讯可以略过。登入 WordPress 后台再填写，填写网站标题，也就是你网站的名称，这个名称是会被搜索引擎搜索的。填入网站使用者名称及密码，如果你的密码强度很弱，安装程式会提醒你是否使用强度弱的密码，请勾选选项，否则无法继续安装。再填写网站对外联络的电子邮件名称，如果你还在测试阶段，建议网站可以阻挡搜索引擎搜索，等到正式营运后到网站将它开启。所有资讯都填写完成后，请再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确认没问题后，请按下安装 WordPress 按钮。恭喜你已成功安装 WordPress 网站，现在请登入你网站的控制后台。让我们来看看后台的界面，有许多人要登入时将账号及密码都搞混了，如何记得这些账号及密码，这是架站的基本功，否则网站后台还有更复杂的东西要记，更别说管理网站的会员资讯了。这是网站后台的界面，感谢你观赏我们的小学影片，谢谢。